就这样子，我觉得这样，你把你不要的衣服清理出来，彻底拿走，给你腾空。我舍不得。对啊，那我们就清理吧。找一个空箱子，空箱子往里清就行。我也是很舍不得扔衣服。我很舍不得，就算经常不穿，但真的要扔，有点舍不得。我觉得一定会堆，对对，我可能十几二十年前的衣服都还在。其实这些都是很新的衣服，就是很早期了吧？这件还蛮漂亮的，这个太浮夸了吧？我好喜欢这条裙子，捐出去。哦，天哪，都要跟他们 say goodbye 了。有些适合我的给我留下来，不是很浮夸大的。这个你可以穿，比较复古的。我看看，这你可以穿，小一点的。这小的我放在边上。对对，你能穿的放边上。这一件呢？他们开始逛街了。本来是帮我收拾衣服，结果变成了逛我店。哎，我妈会来拿我的衣服穿哎。我妈也会啊。我妈也会。我老公还会拿我的衣服穿的。我儿子穿我的。怎么家里都有这样的个人？对，怎么都这样。我要爆料，周先生还抢他女儿的包。啊？什么？抢他女儿包？我小朋友的那种包，挂包，小挂包，就一个小星星这种圆的。但是我老公觉得他特别适合，就挂在脖子上，装那个房卡和那个车钥匙刚刚好。他把他女儿的包给拿走，在他女儿只有两岁多的时候。哈哈哈，那他好可爱啊，太可爱了。我觉得这个也好，这个家庭里面内部就循环起来了，流通起来。对，